原标题：宁都起义，17000名参战将士中涌现出31位开国将领。文王国栋在一般军事爱好者眼里，似乎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只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其实不然，在红军时期，西北军孙连仲部一次就起义投诚17000人，组建了著名的红军第五军团，史称宁都起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参加宁都起义的幸存革命者中有31人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及以上军衔。今天小编就和军史爱好者分享一下宁都起义的始末经过。1931年1月，开赴江西围剿红军的第26路军孙连仲部因为士兵水土不服，又连续遭受战事失利，损失非常大。总指挥孙连仲是一个北方大汉，不习惯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条件，打摆子病倒了，只得将